同僚青山宫风华一六五庚子祈愿我们的青山岭安尊王圣诞千秋的祈安绕境大典，再次感谢我们泽登法人新港奉天宫金五爷总会，我们林少正执行长以及我们南桃园注意安全哦！金马将军性格，咱先恭喜了金马将军性格，来退啊退啊，拜托姐退啊！来退啊退啊！所有的金五爷弟兄。我们准备好之后，我们就要恭请我们台北市议会我们的吴佩仪议员，以及我们指点国家我们奇伟公司的郭荣耀董事长，一同来鸣炮恭迎金五将军圣驾。来，刚好这个机会恭喜郭宏伟董事长给咱。台北市议会吴佩仪议员，跟咱一同鸣炮，恭迎金马将军圣驾驾临。台北市议会吴佩仪议员敬以清香，敬向金虎将军圣驾，请您驾凤香一敬拜，再敬拜，三敬拜，凤香。因为公司红的公司贵红的董事长，我来今天领到香花茶敬品，敬拜，再敬拜，三敬拜，敬礼。幸福副会长，我来恭贺迎驾礼，一敬拜，再敬拜，三敬拜，恭贺迎着敬品。再来，接下来我们五道为公司，我们许祥顺董事长。现在我们现在那个要到一定的要求安全，中央的摩托轮到底第一定拜，再定拜，三定拜，永远要到一定。
用血平台，现在忙到清神经。